我们一共五个人 Sam, Vinesh, Arvin, Kashin, Kaonita. 我们的表演是三只小猪 今天我们来做三只小猪第二部分 那是什么房子吧？过去偷看一下好了。啊，好香的味道！这是小猪的味道，太棒了！这是多美好吃的猪肉啊！ 那我就不客气帮你吃下去了。我要吃下你了。 你还敢装起房子？你在干什么啊？你们兄弟感情很好吗？ 两位哥哥，你们快进去屋子里。两位哥哥已经没事了。好。